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空花者。今天呢，要给我女朋友一个福利的，福利是什么呢？就是呢，一颗头要给她多少钱啊？这个价格呢，给她自己开。因为呢，最近呢，我很庆幸我找到这个女朋友，我这个女朋友呢，很包容我啊，所以呢，我是时候要给她一些福利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啊，我们现在不知道她在干嘛，我们要打给她，她应该现在是在想我啦。大家应该都知道，我的魅力无法挡。我们现在打给他，可怜。快点订阅、按赞、我分享，开始。哎呦，不接电话是怎样？喂，宝贝。喂。哦，今天呢？你现在有没有空？有啊。我给你一个福利好不好？今天又来单挑了，要不要？啊，什么福利？杀一颗头给你多少钱？这个价格你自己开，好不好？上次100嘛，那这次来个1000，敢不敢？敢不敢没？1000块啊？对啊，敢不敢？好啦好啦，1000就1000，反正你那么烂，对不对？哇，看不起我哎、欸！好，我现在邀你，快点上线！就上线了啦，不要吵啦。准备好了没？当然是准备好了，又没有在怕的。好啦，你要单挑什么角色给你选啊？给我选啊？对啊，八千的是你耶，给你选啊。好啦，罗尔单挑啦。我没有玩过罗尔哎。那罗尔单挑，这个没玩过的，如果再赢你的话，你可能就可以退出传说界。快点啊，不要啰里吧嗦的啦，不要屁话了。过来啦。快点啊。一颗头1000块，很贵呢。第一季的要干嘛？就这样子啊。走完。你讲完。我等一下，我很认真。哎、欸，不行啦。哎、欸，你可以跟我、哦，你可以跟我说我戴那个可以干嘛吗？那，哎呀，哎呀。哎，不对啊，我应该不用给你钱吧？不用啊。好，不要走，你要用那个血量跟我打哦。好啊，好，我先清兵。他怎么都多兵？过来啊！等一下啊！过来啊！好啦好啦，过来妹。这怎么玩？这样。过来妹。要多少层啊？大招可以干嘛？大招就是可以让你的那个什么冷却时间比较少，快点哦！好屌哦！哦，欢迎了，啊！1000块！怎样？你就是烂啊！我没有很烂，我很强。我下一次抵消，1000哦。哈，不要，那算了。哦，你现在过来啊！哦，很会闪呢。废话。快点啊！我在，我真的不会玩。好，快点，来得及，可以，快点。啊！你要死了！你要让我、啊？你要死了！哇！2000块！超爽！你是怎样了？哎，你怎么那么烂呢、啊？老屁！我哪里烂？怎样？你怎么那么烂？我应该蛮强的吧？会怕就讲啦，不用出来了啦。我不会怕、啊，要不敢不敢单挑？我敢啊！等我满血。好了。来，中间单挑没？来啊，这里啊！来啊！不太对劲哦！哦！就跟你说不会赢的东西，还想出来跟我单挑？怎样？啊，你的塔要没了啦！哎呀，好啦，我也烂够了，好不好？我就是烂你而已，在那边。好，只是烂我而已哦。对啊，我哪有那么烂？我毕竟是金牌天花板呢。可怜呢。好，来。你都不用开大就想跟我打、啊？等一下，我觉得很开心。等一下、啊。好啊，没事啊。等一下，我们等一下再打。
还不是我在冷却，不然我早就把你打死了。哦，就是我在烂你啦，你不要在那边嚣张好不好？等一下啦。有人台要没喽？没有啊，你的台你先没了。让你的啦。不要在那边讲废话了，一堆借口。哎、哦欸，等一下。哎呦，自己给他打、欸。对啊。你这个人怎么那么笨啊？你好烂哦。什么好烂？可怜啊。好啦，让你啦，好不好？等你嘛。好啊。等你啦，不打啊！靠呀，我把大招用掉。没有大招也可以赢你啊，过来啊。好啊。来啊。来啊。等一下啊。来啊。等一下。来啊。等一下。来啊。来啊。走开了，不要在那边。啊，不是很嚣张。让你啦，不要在那边啦，就让一下嘛。好，我来了，小心点。好，你来啊。过来啊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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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哇哦，你好屌哦！知道我屌就好啦，以后敢不敢找我单挑？敢哦，好啦，我不让你，我要让你那个钱变归零了，好不好？哎，我现在5000块，我今天会赚10000块哦，信不信？不信呐。你那么一下就要死了，要跟我赚10000块？你闭嘴啦！是不是要死了啦？啊！要回家。啊！哎、欸，没死哦。啊！啊，靠呗。啊，算了算了。来啊！好了好了，停下！你总是痛啊！啊！那我那边吃补包的。啊！哎呀！哎呀！哎，爽啦！那我可以再赚多一点吗？不行，赶快把塔推掉，我的钱包快受不了了，快点！啊，不，我再赚一颗，赚一个，再赚7000啊，7000。好啊，你打了15，好啦，不然这只直接给你算的话，3000啊，好不好？如果这个3000你成功的话，就算你的。没有没有，我这次帮你打是直接10000了，好不好？来啊，来啊！要不要？来啊！直接10000哦。来啊！要10000吧。好。投降10000块。没有，没什么10万块，太夸张了。我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。好了，20000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10000。好，宝贝，跟你讲哦。嗯。好了，我爱你。OK， 就是这样，没有问题。啊，才2句哦。不然你有什么话跟我说，没关系，尽量说。好，我跟你说，我爱你，谢谢你这阵子给我那么多钱，还有今天给我10000块。我希望你以后会多爱我。